买不起。你像中国这样往硬上定。买你说这个啊，买所以够少十万，一百万。开张东风。啊，酒肉。开玩笑，不会这个酒。啊，开玩笑就是讲规划呢，啊，规划呢都是大家天天都袂少啊。啊，会听啦，真系笑。我即毛来讲一个上无警察啦，过反应过慢啦。有一个警察啦，伫个这个功夫吼，功夫的内面咧巡逻啦，向阳去看到一个讲两尾这个龙虾啦。伊就去甲我，你抓到没有？来，金库内面都本来就袂使是比你那乌白抓什么抓到的。伊讲我哪抓到的？这两尾龙虾是我饲的，这是我的宠物呢。我是安尼，逐天哦，那这尾嘛是哦，我都抓到海边哦，甲放去海底哦去收咧，收水啦，收些我那边边个云子了，咻！哦，迄两尾龙虾就收啊紧。这个警察听我胡闹迄款代志，龙虾敢听话，听到你讲的，伊就走转来。我讲无影啦，我无法放你看讲。警察讲，哦，该会放落，你赶紧放落嘛，这两块龙虾就放去啊，放去因咧收，因咧收。我经过五六分钟，久啊讲，警察讲，啊你边边无好分啊。伊讲我不必要讲啥，迄龙虾本来就海底下咧对无？我讲我就是要甲你开单，讲我哪有，我不抓龙虾啊，你敢看？你不抓龙虾就走起来。嘿，这个是上网警察都发现啦，你现抓到我现开单咧，你等下伊走起来，拢讲无我啊，你才要甲伊讲要开单，啊是咧没有？好，继续我讲一个啦。我讲讲三针，我来讲讲两针。我讲一个哦，这个秀才要去考状元啦。一个秀才哦，安尼几年啦，真拼尽，咧打拼咧打啦。伊讲我已经都几啊摆状元拢考着着啦。今年哦，一定要来甲考着状元。伊要去考进前啊，伊就讲，啊，无来找来上面看看啦。像我今年安尼，就比好阿摆，要去甲相面遐咧，伊就甲这个相面讲，讲你要上进前，我先甲你讲者。我最近哦，暗时啊咧烦恼的房地产项代志啦，伊讲对三项，用头一项啊，就是我暗时咯房地产哦。在落雨天啦，我拢穿淡水，搁夹雨伞啦，拢出了外面四界行啦。你看命来讲，啊，你这叫多处一举咧，穿淡水就好啊，你搁夹雨伞要创啥？啊，这安尼袂对啦，叫做多处一举啦，你这靠啊，拢靠袂对啦。第二个梦咧，伊讲啊，我哦，梦见讲哦，咧布缠咧丢啊啦哦，甲布起厝顶起来啦。讲安尼，唔是高高在上，哦。迄相面讲，哪有迄款代志？布缠在布伫个涂骹，布伫个仓库个内面，你甲布厝顶，迄我都袂话，迄唔是高高在上，迄就是世界无人看。所以你这往那边去靠啦，这往那靠袂着啦。你看第三个，第三都安尼啦。我都不知道俺两个拢正光光咧滚啦吼，但是咧都背对背啦，背靠背啦。上来我讲，你安怎讲？
该玩你就玩，该上你就上，你通通不会，你怎么会跑得上啊？安尼你嘛是拢考袂着。你这三项安尼，你逐天咧忙忙咧忙啥？你忙这拢无用。哎，把人个家务出来咧，那个相片还袂摕到钱咧，讲来，你手伸出来，我开始甲你相片。伊讲当面人，你都甲我讲拢装袂调啊，我搁互你相片。太衰啦！我真有出啦，我来出去啊。老外行来行来，我拄着表妹啦。表妹讲：“哎，表哥，表哥，你哪会真有出咧创啥？”他靠你咧，行路唔多，抬头挺胸看头前，讲啊都唔是啦，拄好我去找伊相片啦。我就甲伊讲三项代志哦，伊拢甲我解释了无好势。伊讲什么代志？我都甲伊讲，我暗时哦。最近都安尼，拢有三个梦，伊讲啥梦？伊讲，我都哪一度去，我穿脏水我摇雨伞。伊讲安尼对啊，穿脏水我摇雨伞，都更加压袂着，更加好啊，对不？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冠上更加冠，就是讲好上搁再加好啦，你都好都压袂着你。这就不对，讲啊第二项嘞，啊第二项我都甲讲，我都报上，我都报出点起来。高中，哎，我高中，完之后绝对考得着，你别人未着，你考得着。哇，你个情况，无人报第一出点，你报就点点。哎，我第三个，第三个，都讲未出来啦，如果你讲，我跟你讲，难度。家己调整个，你讲啥都无要紧。讲安尼啦，我暗时啊拢嘛记讲哦，咱两个安尼藏落藏啊藏藏啦。啊，都背靠背啦。该翻身的时候。啊，你讲安尼，你可以翻身来，你可以上楼。可以上楼，没有问题。该你翻身的时候。哎，你都翻身都翻身就可以上楼，哎，一点可以了。翻身，对对。Thank you.